顽强啊。注意，我要用萨满给德鲁伊打死。我是一个骑手有大地的人，开玩笑，我是一个骑手能摸到大地的人。没有膨胀啊，对面是一个变脸德，你知道这个差距吗？这种三费不打成长的德鲁伊都是弟弟。进化一下吧，因为我手里面没有狼人。开了，我是一个有萨满羁绊的主播啊！对面傻了，你看，本来对面就是每回合就是操作很快，瞬间不动了，你看，停住！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去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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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脸，这是什么？这两个树苗是来搞笑的吗？用萨满给德鲁伊按死，不是他都要去的，这三个一个都保不住，这都要去的。嗯，没事，来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发现撞不死，六，所以你只是不想让我过牌是吗？我需要过牌吗？我想一下，我觉得没必要吧。我觉得抽三张可能我不要了。我手里有过牌，会卡死的，而且有可能会爆掉关键的牌。来，你来吧，就是德鲁伊啊，变脸是吧？啊，这是德鲁伊。等等啊，我这里纠结一下，主要是我这个游戏瞬间有点不太会玩了。我们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没有属性吧？那我们找一个元素看一看。我都不要，拿一个低的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助能呀，仅此而已。那些元素没有用的，什么三费二五风就没有用的，就拿个低的助能就好了。我们到十费不管怎么样都秒把大地打出去，手里面有鹦鹉的，在手里很怕被脏，是不是？朋友，开了吧，再来一个8-8王宇，哦，可以，萨满强啊！你还有第二个鳞片吗？鳞片你也解不掉，你激活激活团粉啊！你有古夫吗？你啥都没有。哎呀，啊，撞，撞，走吧，125名。Yes， 萨满可以啊，羁绊。我骑手居然有这两个东西啊，真的假的呀？我都不敢相信。骑士呢？不好意思，现在这个天梯只有5个职业。骑士是什么？我这游戏打的时间比较短，没有听过。没打明白那个吗？啊？这是40的小鬼大地猿，
就是贪一点小鬼树，然后还带上大地那种。现在这个天梯只有德鲁伊、法师、盗贼、瞎子偶尔会有，然后和术士，不，术士也很少，对吧？就差不多也就四到五个职业，我觉得就这样了。反正就是德法贼，就是这三个职业是铁三角，你不管打什么都会碰到这三个职业，其他的四号和五号你就看心情看运气。来个风怒，游戏结束。大，这个比风怒更好。十八八风怒是什么弟弟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作为一个资深的萨满主播，这点羁绊还是有的。看看你们学得会吗？学不会关了吧。对面可能要跑了，看着对面我内心也毫无波澜，甚至我都不想解他这个恶魔，我选择了菜脸，主播一定是膨胀了。按照平时我会怂到那个一杠一都去拿个八杠八去解，是不是啊？已经有一点点膨胀，按耐不住自己膨胀的内心。没事，里面还有一个，爸爸死了还有一个儿子，场工一点都没降，是不是？这个我觉得可以考虑去给他处理一下呀。本来我想开个五的，结果嘛，大哇，萨满太变态了！谁说萨满不能上分？你们这帮人是太菜了。这个萨满这个职业真的要削弱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标不削吗？这不削，这个职业太恐怖了。怎么打啊？怎么打？我就问你，这个职业要怎么打？哇，萨满是真的，对面这里可能会打一个632，他能解掉吗？632能解，一滴血他活了。他没有632吗？应该有。萨满这个职业还没有削弱吗？我用萨满打赢了耶、yeah! 看看主播抢吗？这个4其实我不太想留的，但是我留一下吧，因为会夹断323过牌。这真就是我上我也行呀，只要我能换到，对不对？只要我有，对面没有就赢了呀。你似乎带来了客人。对面是个贼，但是我不要图腾，我觉得对面是个贼。哇，是个法师，可以。会不会感觉到一点什么？我手里有三个这个，我都不愿意出。哇！哎，这个概率是有毒吗？我几次了？哇，你这三个虽然你是小绿，但你也不能这样怕死啊！这贪生怕死之徒，不一定，对面万一433给我换了呢？这个局很难说的，反正我七费一定是变身的，但是万一对面给我换了呢？谁知道啊？
下回合我变身了。我没有释放过其他的派系的法术，所以我的变身只是一个白板。我的变身只是为了不让他换回去，仅此而已。我不要的只是不能给他，但是我还能叠叠二，我能叠伤害的，开玩笑，厉害得很。你点一啊，我点二，妹妹。啊，等等，29血了，这个血量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危险的。想一下哦，这里我应该要去把他的场面清理一下，这里应该先把他这个点掉，然后他把我这个打掉，把这个出掉，现在手牌有那么一点点臃肿，把这个三开了，然后把这个出了，把他进化一下。不能出这个，要爆牌的，修一下血线。下回合我变身了，我要他这个火冲没啥用的，布鲁坎战吼很实际。我现在需要一个鹦鹉，这样的话我打完酒以后我估计直接就大地了，他直接开大大了，没事，我有两张，随便你。他发现了我的意图，那么这里这个场面我们先不变身吧，感觉布鲁坎没什么意义。等等，没什么意义啊，真的是。我觉得吧，先点掉一个四，这样可以叠一个伤害，然后要不要打一个退化，我想一下，我觉得可以，我们先打一个这个，先出一个牌，可以去过个牌，然后可以考虑把这个退化打了。这个退化打他好像也就那样了，等等，我觉得退化好。可以。就尽量降场攻。保证对面如果打一个火眼我不死。因为他现在点不了很高，所以火眼应该还能活。过过牌去找鹦鹉。如果有鹦鹉的话直接可以把大地扔了。赌命了。喂，你注意点。我是陈庸，买个凯子也行。哇，那你真的是太拼了，给他自己坑了，漂亮漂亮，打个变羊，漂亮，打个全体变羊，我也想打大地，我就是在纠结要不要打大地，但是大地这个场面解不掉啊，解不掉能活。可以，勉强凑合，不然真的很容易死。给我来个鹦鹉，真的朋友，这是打几？打17，有点小。哇，本来如果是八费的话，我能点掉一个布鲁坎变身，奶六出个23还可以。主要是九费我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，他把我布鲁坎的费用卡住了，也挺难受的。这应该是要打那个火眼了。哇，万一让我大地再吸一口，稳住稳住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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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10000张牌，可以可以，爆死你爆死你，可以，血元素是吧？可以。对面太拼了，失了智啊！
上回合你去哪儿了？三十的水雷术，就需要一张四三三。来了，等对面差不多减费了，把水雷扔了，准备要启动了，我们给他换了就好了。可以换，凭什么你认为可以换了？对面 T 牌都还没有打，水雷什么都还没有扔，这有什么好换的？缺很多呢，不会启动的，水雷都还没有扔，还没有送掉，开玩笑，你等他差不多了都扔掉了，投资都投资完了再说嘛。对，明牌就明显还在找组件，哇哟，人品有点好。下回合先打二加七，吃掉他一点关键的牌，到时候再打一个四，因为我们四只换那张惩罚。消灭一个全场打二，可以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是先吃还是直接换？我怎么感觉可以考虑直接换了？我觉得他应该有了。就是 ，yes， 这个局就是很容易打，闭着眼睛打。